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影片要来跟你介绍的是一个韩版最新推出的这个炼金系统。那这个之前小编有做过影片哦，不过还是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界面的左边哦，现在我们看到左边这边是让你放装备的地方哈，然后右边的话呢，就是你现在可以登录的这个装备，它都会显示在这边。好，那再来，如果说你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登录的话呢，你可以点一下这个药水的按钮，那它就会从英雄级，然后一路往下，一直到高级，就是绿装。好，那它所有可以放进来的装备呢，全部都显示在这边了。那如果说你自己已经有这项装备的话呢，好，它这个图示，它本身的图示会亮起来，告诉你说，这个东西是你身上现在有，而且可以放进来的哈。那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锁破，还有这个铁手甲，这两个就是可以被放进来的。好，那下面的话，我们再继续看哦。金盾也是可以放进来的，然后灭魔戒指也是可以放进去。好，但是呢，要注意的是哦，它放进去的时候，最少你必须要放三样装备。好，那三样装备就是两个蓝的，一个绿的，这个是你最少必须要放进去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多蓝装的话，你想要把它放进去也是没问题，但是最少最少就是要两蓝一绿，放满会更好，两蓝一绿是最少的。不过小编建议以后在玩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台版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不要放全蓝，因为这个都是有机会失败的。那蓝装的这个成本呢，其实非常的高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两颗按钮，左边这个橘色的呢，这个土色的20000块，它这个是让你去占卜的，然后右边的100000块就是确定要占卜这一次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韩国课长啊，韩国实况组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炼金的画面哦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他现在在刷几率哦，他这个占卜球，这个水晶球里面呢，它会出现不同的这个火焰，那红色的话就是很普通的，好，所以他会继续花20000块把它刷掉。那刷掉的话呢，20000块嘛，其实这个钱算非常的凶的哈。好，它会一直刷到出现紫色的时候。好，那当然看人啊哈，因为你可能不想刷那么多，好，你就会把它，你就会在这个直接按下抽奖这个画面哈。那当然结果就是看它怎么定了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哦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放。大家注意一下，看他左边的这个装备的摆法哈。他现在在领装备哦，大家看一下他左边的摆法。他其实摆的是比较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摆法哈。他摆的都是怎样？两蓝三绿，好，他摆的都是两蓝三绿，你仔细看，好，这样子去抽。然后现在又是在刷机遇了，刷出一个水晶球。你看一下他的装备全都是没有强化的都没有强化。OK， 看到中间这个水晶球要抽到紫色的，好像不是很容易。OK， 中了哈，那中了之后他就抽了哈。不过基本上有火焰就是一个好的提示。好，他中红五了哦，你可以看到刚才的画面是两蓝三绿哦，然后中红五哦，那当然你要。提示的时候要让你是一个好的结果哦，它才会有这个几率哦。但是也不见得每一次出现紫色的这个亮光，它就会是好的。好像这一次的话就是出蓝的，但是也不错，但是也还可以。它等于是两蓝换一蓝哦，那个绿色的装备它应该都买便宜的就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它这一次会中什么。哦，蓝血哈，好，那有人问说炼金系统能不能抽到符石？其实是有的哈，他刚才直接按下去了，就没有任何提示。你看一下，他一样是用两蓝三绿，好，然后全部都是没有这个强化过的，他就抽到了这个符石。好，那这个符石变换石啊，他就可以拿去制作这个所谓的各种符石啊哈，所以方式变得比较多。好，那简单来说就是。两蓝三绿啊，算是 CP 值最高的一个抽法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，来这个的话，它会出绿色的装备。
啊，这个是粗绿色，现在都可以来做一个预测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的话它会出蓝装，基本上它会出蓝装。好，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大家仔细看一下哦，它在最后点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好，现在出现是紫色是比较不一样。好，紫色通常是高一阶，所以它这一次抽到的是死亡骑士的这个手套嘛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蓝色的，你看一下画面中间的火焰。好，这个是代表武器或者是装备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提示。哦，所以其实也是不错哦。它这个画面其实它也有这个提示效果，但是有一个白色是什么呢？哦，白色其实有时候就比较戏剧性一点，通常会是一个最低等级的哦。白色是最低等级，就是你用蓝跟绿塞进去嘛，那它就会出现绿色的这个武器啊。白色通常是代表这个意思。哦，那它现在这个呢，就是绿装。哦，对，没有错嘛。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不是百分之百命中哦。那如果真的中了绿装，你也不要太气馁，因为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命中一个还不错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是可以交易的哈。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个结论哦，这个是小编看过很多这个影片所获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哈。不论你用的是什么组合，基本上两蓝加三绿哦会是最好的一个组合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左边右边这个蓝位哈，其实出现的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哈。那就算你今天丢的是有强化过的，甚至你丢个五个蓝装，甚至是有强化过的哈，你还是有可能出现绿装哈。这个是要特别讲的，因为它确实是会倒退回去。就是如果你刚看到有一个画面是绿色的嘛，绿色的光嘛，所以它这个是会倒退回去的哦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两蓝三绿，然后都不要强化，会是最便宜的这个组合啊。你要想一下。第一个是蓝装哦，它到时候需求量会很大，一定会很贵。然后再来是防卷无卷哦，如果你要去强化的话，你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防卷无卷哦。所以能抽到的话，我们就去拼那个运气就好了哦。如果能中，那就是中；如果不能中，你冲再多的这个强化都没有用。所以就主要去刷这个两万块的这个几率就好了哦。那这个是提示啦，它是一个提示，但是其实是有一个效果存在的哈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炼金系统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哦，相信这些画面应该也对大家非常有帮助哦，至少以后炼金系统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它在玩什么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，现在如果你想要收装备的话赶快收哦，不然到时候你看这个需求量这么大哦，课长一定会刷起来。好，小编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